我来美国已经四个月，我从西部、北东部啊，食了啊，去啊，后日要去夏威夷啊，了，搁还搁转来Santa Monica， 啊个啊，再搁去温哥华转去台湾，都五个月时间。啊，伫这段时间一个人，我的工作拢啊拜六礼拜较济，啊，剩下就稍爱家己一个人。主力啦吼，爱家己生活，啊，所以真感谢，就是即马拢有迄个网络会通看政论节目吼，啊，陪我度这个足长的时间吼，啊，请咱为咱的故乡代言，对，因为这是一个咱爱的领域。我拄只开始讲历史的关的关系嘛，咱无愿意，但是伊嘛是安尼，这个历史迄、那个。流动是安尼运作，啊，对我个人来讲，诶，今年即个是一个机会，吼，是讲让台湾人看会当当家做主，啊，这是我足期待的代志，吼，啊，然后请咱两个做台湾故乡代表，所以在内底有一首歌，我唔知恁捌上去台湾 US 谈咧，啊，伫2000年的时候，我这条歌就做过，所以伫迄、那个。台湾又是咱的首页，第一页右手边有一个赖鸿义专辑，哦，我所有歌拢迄个蔡明宏兄拢甲我藏伫个内底，啊，你拢会当去来听。啊，迄阵特别选举是，我拄这条歌伊听到，你若迄阵你若拍开台湾又是咱的，就听到，请你为咱故乡台湾祈祷。哦，2000年的选举迄阵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伫遮有缘，我来分享，咱听看卖啊，咱为咱的故乡台湾。那是永春，永春半半岛的迄个所在。这个月勤已经无呀，已经没有了，因为老哥已经无了。Thank you.